Hello， 我系 Lucky。咁我谂好多人都同我一样系俾呢个新关呢个四次元嘅唔知乜鬼者嚟逼害紧啦，呢个探访者。为咗转换心情咧，我哋先望一望今日嘅情报先，好唔好啊？咁 PNDIE 喺维护完之后咧，都公布咗一个新嘅嘢嘅，呢个系 PND 嘅 Monster 总选举啊。OK， 咁佢话严选1000名以上嘅 Monster 咧，嚟一个人气一位嘅投票嘅。咁我哋望一望啦。咁系有嘢送嘅，好咁望望呢个选举嘅期间先。咁啊，由预选到决胜战咧，系成10月到2月，即系3个月差唔多，为期3个几月嘅时间啦，都算系长时间嘅选举咁啦。咁我哋就望一望系有啲咩选举啦。咁佢就话咧系严选咗1000体以上嘅 monster。然后就分5个部门 ，OK， 5个部门每个 group 咁选举，即系由预选到决胜局都系5个部门嘅 ，OK。咁1000名算，即系话少唔少，话多都唔多，因为 PND 目前系有成7000几个角色啦，系就嚟8000个角色添啦。但系假如唔计啲即系 crossover 啲重咧，咁系可能都唔算好多嘅。咁我哋望一望 PND 今次拣啲咩啦。咁5个部门方面 ，first 部门系降临 monster 嘅部门，咁第二个部系地下城 monster 嘅部门 ，OK。咁讲翻先，咁降临虫最多上位系得20个啊，即系本战通过之后，咁而呢个降临虫咧，咁啊最多40个，咁第三个系 rare 嘅monster， 即系一啲金蛋龙机入边嘅 monster。咁系指咩呢？我谂应该系指和神啊，啲系列神之类嘅。咁系本战就有30个嘅。咁而第四就系 fast 限嘅宠啦，即系限定嘅 monster。咁呢一度都系指一啲潜艇嗰啲啦，我谂系。咁本战系得10个先入到嘅。咁第5个部门亦都系 last 嘅部门系呢个 mascot monster， 即系吉祥物宠啊，吉祥物宠。咁上位都系10个嘅 ，OK， 即系预选就系呢5个部门嘅预选啦。咁预选之后系得翻20+40，系60+30，90、100、110个嘅。然后本战就系呢5个部门加埋110个嘅决战啦。咁最尾决胜局咧就系5个部门入边嘅第一位咧，即系5只入边嚟拣一只。咁人气 number one 嘅嗰一位咧，就喺2022年嘅2月上旬，即系 PND 10周年嘅生放送咧就发表嘅。OK， 咁会有边只拎到第一名咧，都几期待嘅。好，咁望一望个参加方法先。咁投票系点投票呢？咁 step one 系入翻 game 先，入翻 game 嘅呢个其他嘅页面。咁喺其他呢度咧系有个。PND 总选举嘅投票嘅即系开吹咁啦，咁揿开之后咧就咁嘅 ，OK step two 揿开之后咧，咁佢就会有个选择俾你揿啦，咁个界面都系二体嘅，即系5+1、5+1咁俾你揿落去，咁揿完之后咧就投票啦，咁我谂呢一版应该系即系限定宠嗰一版嚟嘅，即系部门四呢一版啦，系咯，即系佢系以部门四嚟做示范啦。好，咁 step 三，咁全部揀晒之后咧。咁就確認啦，咁確認之後就 confirm 啦，咁 confirm 之後就投票決定，咁呢一個係佢嘅示範啦，揀咗呢個天啟者加埋呢個黑拉。好，咁 last step 啦，咁 step four 咧，當你見到呢個回答阿里加多嘅時候咧，即係呢幾個字嘅時候咧，就成功噶啦，咁就可以 check 呢個 email 咧，即係 game mail 先啊嘛，嚟拎呢個報酬嘅，咁佢係會有個紅幣嘅報酬嘅，咁千祈唔好以為紅幣好少嘢啊！咁留意翻咧，咁 PND 阿姨系咁讲嘅，总选举嘅投票嘅时候咧，每一次投票咧都会送粒红币嘅 ，OK， 即系每一星期都会有嘅。咁嘅话即系1粒、2粒、3、4、5、6、7、8、9、10、11粒红币嘅 ，OK， 都唔少嘢啦，即系当下免费送11粒红币啦，咁都 not bad 嘅，都算系送下嘢咁，又俾你投下票咁。咁究竟边个会赢呢？即系我都几期待吓，咁都人气角色都唔少啦。咁 PND 入边讲真，咁呢一个即系投票结果应该同即系 Monster 个强度应该就唔一定系即系挂钩嘅，
即系赢嘅，我谂唔一定系劲嘅重啦。咁之前有冇玩过咧？之前都玩过嘅。咁啱啱即系上网 search 下咧，咁啊喺呢个 PND blog 度揾到系第三回嘅呢个 PND 总选举结果啦。咁当时第一名系火龙女 ，OK Sonia 都啱啦，火龙女都系劲鬼 hit 啦。咁第二名系阿典娜都系啱嘅。咁然后麒麟啦、白虎啦、潘朵拉啦、外猫神啦。呢个是和神啦、青龙啦、洛基同埋水哀嘅，哇！当时都是劲嘅宠嚟嘅，呢一啲都系，当时都是劲宠嚟嘅。咁睇法嘅话，咁究竟即系呢个系2014年，哇！七年前啦。咁究竟今年会系点咧？个结果系啦，今年会系点咧？即系个头十名，甚至系第一名系边个咧？都系唔知嘅，真系。但是我想火龙女这些即人气 keep 住长做长有的，可能都会即是这些是 PND 的吉祥物，算是都可能入到排位都不定的。但好像今年这些即是夜夜夜啊、天启者这些又 Q 又劲这些呢都很难说啊，真是潜艇都赢啦。我想今年可能都是劲的重入到位都不定。好了，那就是这个总选举的情报啦。那是每一次投票呢有个红币啦，那记得投票。好，然后这个 PND Battle 不关事。咁然后网球王子啦，咁今日我本来以为系会公布呢个几石机嘅，但系估唔到 PND 呢个私人阿姨咧仲喺度支加牙膏，死嘢！咁先讲下呢个先。咁呢个 Cross Sofa 入边嘅地下城咧有两个，一个系送呢个网球王子嘅抽蛋，呢、这个网球王子 Challenge； 第二个系呢个钳嘅训练 Manual。OK， 即系两个地下城。咁仲有个呢个当日嘅呢个 Twitter 嘅 camping 啦，即系又系呃拉活动啦，送嗰啲嘢我谂都系。咁而详细嘅情报咧，即系几石机呢一啲咧，系仲未公布嘅。咁 PND 阿姨就啱啱讲咗，系明日先公布。咁嘅话咧，就唯有听日再期待下啦。OK， 咁支牙膏咧有排折，咁都系冇计啦。好啦，咁我哋听日再睇下呢个网球王子嘅合作详情啦。好，咁今次条片就到呢度先啦。咁希望各位打呢个四次元嘅新关咧，四次元之探访者都加油啦，系啦，包括我自己啦，咁系都好迫害呢一关。咁希望就啱啱输完睇啊，咁依家唞唞气之后再玩过啦。好啦，咁我哋就下条片再见啦。咁追条片嘅希望俾个 like 同订阅啦。咁我哋下条片再见，拜拜。